带爸妈去体验一下猛男烤肉店。又喊个猛男整了是吧？烤肉店吃烤肉的。美女你好，我们这边的特色是什么牛排？然后点了这个牛排之后，会有厨师全程一对一帮你。也不。教你动手。哼，他才啥小兵呀？看得到，虚的不得劲。不至于，老汉儿。老汉儿，我跟你说，我妈喜欢那种里头不穿，外头穿西装还露腹肌的那种，懂了噻？啥？